得罪。这是221项，你是222项，象山登山口，四兽山登山口。这个你干了太多了，经济经济对吧，社会企业空气得啊，这几条啊多啊，这公司对吧，这米面条，做面条。来，妈妈，我这是送几块？二十四，二十块钱卖几块？那就卖几块？哦，多吧，多吧，这么讲，卖多吧。妈妈，怎么变？低吧。我们看谁这个地点那天嘛哦，这是什么样的那个地点，没有地点，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写给菜鸟，炖鱼烧黄糕，那我倒可以。炖鱼烧可以。黄丝。全部辣。五个五个。是吧？我见你等下讲在哪里？一样，不是快去，好啊。水完了，十块。六斤三六，六斤三六，一千一百十九块。六块了，来了，白鸡蛋了。六块了，来了。哦，这个更大。福德街菜市场。福德街菜市场，这个这个下，又可以。五彩，五彩遐多，五彩上多啦。来加个劲，来再个买这个，买菜打这个打上去。辣蛋金蛋，螺蛳螺蛳蛋，豆皮面条面条，这个对吧？这边我是有地方。金龟。
有个车主没必要这个了蚂蚁喂蚂蚁这边喂擦了抓鱼烟这个年后杂货春联这个贵吧没必要啊我滴吧，我滴吧。卖猪肉，卖水果。低卡，落地卡，广成牛诶。快打算了再连了够了，好够了。地下经常哦，靠靠还有大道路一点，那个平化道路的。都德街菜市场很长嘞。哦，彩色大宝，彩色，黄色，红色。很光很稀很好厉害哇对这是鱼这是细胞哦再来个介绍这比较少了集中在中间那边最大各类菜嫩饼嫩饼猪肉饼水果饼猪肉饼还有水果饼这些这杂货店杂货店桂林白色黄色餐店不知道
这个很惨。红薯，红薯菜，把烧啊菜，头啊，菜头啊菜头，这个牛，好，关机，一条片。72.5五里发，那个是叫正统的。72.5小公小字，这72.5无理发了。